快，媳妇儿，爸也输了，先来个大长腿来。哎，再来鱿鱼。老板，老板，哎，我天天看你们小两口拍这个视频啊，嗯，都馋死了，口水都流下来了。你快给我来200块钱海鲜呗！哎呀，大哥，咱们海边啊，哪有这么多？100块钱就够了啊！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套餐啊，大个鱿鱼脖子3包，武陵沙的那个沙梅肉3大包，大个带黄城隍肉2包，脆肉章鱼须再上2包。武陵沙的花鸭肉2包，今天下单的哥姐啊，再给你加上2只大包，这么多海鲜啊，14包海鲜，2个9还给你报的价。来，媳妇儿，老板，老板娘，怎么卖的？老板娘不卖，想什么呢？我问海鲜怎么卖的？海鲜啊，咱们家海鲜啊，都自己家永远补的，一个菜才花10块钱呢。快给我来100块钱。来，我给你介绍遍啊，这啊，咱们家扇贝肉啊，给3包。嘎带黄的3包，大海嫩软排骨鱿鱼脖子3大包，里边400克的给3包，脆的章鱼须2包啊，无壳无沙的花鸭肉2包，这个买回家之后呢，做个炒鸡蛋炒辣椒最好吃了啊，还有2包大个城隍肉一人2包，今天啊给点赞的哥姐啊，我再给你送上2只黄金大鳌包，妈呀，像14包海鲜啊，2个9还给你报的价。行，这么大个海螺，老板，哎，我上次在你们家买那个生鲜套餐还不错，来了快再给我来一份。我说哥，你家里有空啊？这一张啊就够了，还用不了。来，真的假的？今天啊，咱们家正在做活动呢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家的套餐啊。3包扇贝肉，每包的话是200克，来上3包啊，这个红烧爆炒都可以啊。再来上3包这个鱿鱼脖子，来上3包，这个每包的话400克，来上3大包。再来上2包这个鱿鱼须啊，来上2包，这个每包的话是250克，来上2包。再来上2包花鸭肉啊，这个每包的话是250克，来上2包。再来上2包大个的城隍肉啊，这个红烧爆炒都可以啊，每包的话是250克，来上2包啊。等一下，哎，这给咱家哥姐加2只黄金鲍。行，好，我媳妇说了啊，满满蛋箱子14件套，只需要2个9，还给你报的价。来来，快来，你们小两口别再秀恩爱了，快给我来100块钱海鲜。哎，大哥，100块钱你能吃了吗？100块钱，我不相信才能买几包。在我们海边，很便宜的海鲜，都是自家全补的。啊，大海嫩软排骨，给咱3包。大个扇贝肉，给咱3包。鱿鱼须2包。花鸭肉，给咱2包。大个带黄的城隍肉，给咱2包。100块钱能买这么多吗？对呀。现在啊，你别打不下点数就行吧，我再给您送上2只黄金鳌鲍肉，满满大箱14包海鲜，2个9，还给你包邮。来，媳妇，来个大海螺啊！哎呀，这大哥，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。怎么了？咱们家那么好的海鲜，你不知道卖？我不也天天拍视频吗？不也没人买，没人给点双击的吗？那你不能再坚持坚持啊？那行，媳妇，那你先吃啊，我给咱哥姐介绍一下咱们家的生鲜套餐啊。3包大个的扇贝肉啊，每包是200克，来上3包。再来上3包鱿鱼脖子，每包的话是400克，来上3包。再来上2包大个的鱿鱼须啊，一包的话是250克，来上2包。再来上2包花鸭肉，一包的话是250克，来上2包。再来上2包大个的城隍肉啊，每包的话是250克啊，这满满大箱子。再给咱家哥姐送2只黄金鲍。那行，哥姐，买卖没关系啊。给咱夫妻俩点双击，好吧？这满满大箱子14件套，只需要2个9。哎，媳妇熟了，哇，哇塞，这大哥，老公又做这么一大锅。对啊，只要你喜欢吃，我每天都这么做啊。来，哎呀，小两口快别秀恩爱了，赶紧的，给我来200块钱海鲜。嘿，大哥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吗？200块钱啊，在我们海边啊，冰箱都塞满了。啊，真有那么多？这一张啊，都塞满了。来，媳妇。先别吃了，给大哥介绍一下咱们套餐。来，来，大哥，这是咱们家深海章鱼须啊，来上2包。大个带黄城隍肉，来上2包。无壳的花鸭肉，来上2包。大海里面软排骨、鱿鱼脖子、鱿鱼脆，来上3大包。大个带黄扇贝肉，来上3包。这个视频啊，支持一下咱们小两口啊。然后呢，我跟我媳妇啊，再送你2只大鳌鲍。
这么多海鲜啊，99块钱还给你报的价。真有这么多吗？是真的。哎呀，老弟啊，天天这么吃啊，这得不少钱吧？啥呀？这不我媳妇喜欢吃嘛，来媳妇，正好家里面也有个小渔船，在我们海边啊，一个菜才花9块钱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，快给我介绍一下。你不信啊？来媳妇，先别吃了，给大哥啊介绍一下咱们家套餐来。来快，这是咱们家花甲肉，来上两包。个带黄的蛏黄肉来了2包，深海里面的鱿鱼须来了2包，深海里面的鱿鱼脖子来了3包，大个带黄的扇贝肉再给来上3包。这个视频啊，支持一下咱们小两口，然后呢，我跟我媳妇啊，再给你送上了这大锅，这么多海鲜，2个酒还给你报的价。